在金秀讲在罗马书第八三十七节样讲到，但系隆重一切，自家都系特性嘅人，因为到上帝赐自家，但唔系为自家特性，被特性嘅人有特性啊！耶稣已经特性，自家相信耶稣，自家信耶稣嘅内中嘅人，被特性有个特性，但系呢，因为耶稣做了自家。这个叫人叫德性，德性嘛个呢？德性从一个罪恶嘅方面，德性从这个坏嘅思想，德性从呢一个坏心中，德性从呢一个所做出唔好嘅，拢仲是个人叫德性。但系呢，因为耶稣做了一切本事家，佢本事家就能力，能叫大将一切一世间唔好嘅生死。因为耶稣个一个通才，这个心中呢，要做耶稣，佢就能叫天大世界托。个家嘅自家格嘅亲密，自家嚟格上帝沟通，自家嚟格嘅亲密咧讲意思，格嘅祷亦祷告格上帝，格上帝咧赞美上帝，那佢能叫本自家得胜嘅路途，阿门。